与慈善是两码事，层次与境界。行善是喜不喜欢，随性可有可无。今天想捐就捐，明天不想捐就不捐，这叫行善，很有那种随性。慈善是定性，他承担，他慈悲，他同理，他没得选择，没有喜不喜欢，只有喜舍，只有付出，付出再付出，感恩感恩再感恩。尊重的信念，尊重的方式，尊敬的态度，尊敬的行为，是行善最好的尊重基础。三季提倡五大文化价值观，宽容、慈悲、大爱、感恩、祝福。我们的病人都会念这五大文化价值观，然后上帝的信念有国才有家，家和万事兴，善与国同在，济与民同心，尊重生活，感恩生命。选择上帝是因为慈悲，选择接受是因为放下，选择承担是因为应验，选择付出是因为感恩，选择大爱是因为生命。为一个病患者减轻病痛，延年益寿，也等于是帮助了整个家庭，让他们创造幸福生活。